连三年天灾了后，屏东莲雾今年总算丰收。出产雾金公莲雾，今年抽名界理工莲雾农王水雄，今年头一摆接到对欧洲来个旧文单。唔是使用该莲雾，先空运去欧洲来试下反应，可以买到买那，后消费又更加多个旧文单。 这些莲雾就像咱家里儿一样，哎呀，这次要远嫁到欧洲。用家摩耶嘅心情，农友王水雄介绍，心中莲雾抗疫片之上地板，佮行啊爱皮苏都腌好嘅畜生，也被胡建光莲雾做得爱手都欧煮，除了烤米粉欧煮，人佮加以以外，也因为爱现同恁两个个上场，拄好做得福音时逢圣诞节应景嘅喜欢。啊，当然圣诞节也到了，啊，有的希望国家他们称为叫做叮当果，其实也 蛮应景的，刚好也是圣诞节。简述的三年总算得到好熟成，也被王水雄的莲雾除了单一欧洲的市场，还有每位上已经天然三百箱准备销到香港，而同泰国所出的莲雾来变数样。香港那边的莲雾啊，都是从泰国去的，光外形啊、口感还有甜度、脆度就有差别，所以台湾的这个水果，毕竟还是可以说是台湾之光啊。 屏东因农业处副处长蔡勇一指出，十几年前屏东莲雾是爱爱受到俄罗斯，唔过因为专运特宴，使得贸易上唔敢进行，也被做得再一摆启动欧洲嘅市场，可见得品质本应该有信心。下个新闻陈文林屏东报道。